呢間係位於宜蘭羅東嘅貓咖啡。入嚟之前咧，首先我哋要消毒雙手，將啲個人物品擺埋一邊，跟住就可以喺樓下點餐啦，同埋上樓上探貓咪噶啦。咖啡分為上下兩層，樓下係廚房同少量座位。貓星人主要聚集喺樓上。咖啡一共有九隻貓星人，貓奴一定會有興奮又好忙啊！樓上有貓洞、跳台、半圓球吊床等等，100% 貓星人天堂。每日有餵食環節，貓奴可以餵貓星人食雞肉乾、肉泥同魚乾等等嘅零食。只玩貓噶，咖啡另一邊仲有雅座區。呢、這個貓咪做完嘅飯團，聞落去有好香嘅飯素味道啦，同埋見到裡面係有鹹蛋。